睡近，一面是你单膝跪地，青草的秘密，铺着白纱的飘逸，所有问题变得清晰。小心翼翼，散步距离，收起小刺，把握时机，拥抱的阻力，一起弹奏的旋律，你就是我唯一一首单曲。亮亮，这是根据我的经验列的军训清单，你看一下。谢谢文文。没事儿。桃子，你也看一下。没事儿，我皮糙肉厚的，不怕军训。好吧。哎，韩飞，桌子上有你快递，应该是你的日记本到了。好。3月4日，星期三，吴景浩简直是个神经病，突然变得像个油腻大叔。哎，楠楠和白振宇都不回我消息，之前发生那种事，连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。今天做了好久的作业，感觉好累啊，但是为了小猫要加油。说起来，吴景浩那家伙还挺有爱心的。这些都是发生过的事。6月22日，今天考完试，和吴景浩一起去了海边。他一整天都有点奇怪，问他也不说。那天没有发生车祸吗？那吴景浩摔倒是什么时候？7月13日，吴景浩，求求你一定要醒过来，我再也不要什么花了，不要什么表白了，求求你一定要醒过来。8月20日，吴景浩醒了，医生说除了有点低血糖，身体没有大碍了，只是他不记得我了。虽然这些天大家都一直跟他说我和他是朋友，但他想不起来，只要一想到过去的事情就会头疼，与其让他难受，不如真的就做陌生人好了。所以我答应他，以后就像陌生人一样相处，不会再刺激他。原来是这么回事，楠楠之前是在吴景浩车祸那天病情恶化去世的。既然6月22日那天吴景浩没有发生车祸，那楠楠的命运是不是也改变了？喂，菲菲啊。怎么了？你怎么不说话？没事，我就是想你了。那你军训完来找我啊？嗯，好，我去找你。等你啊。
拜拜。明天就是军训了啊，来，两位班长分发一下我们军训服。女生最左边排队，男生第二个到，依次按学号来排队，开始，过来领吧。不愧是帮你画，没事，谢谢。桃子 S 吧，来后面跟上。哎，韩飞，嗯，那个，我看贴吧里说，那个东西垫在鞋底下透气吸汗，你有没有多的呀？哪个呀？就是那个。哎呀，透气吸水性强，你说是哪个？那个我们今天都没有。嗯，啊，那我再想想办法。嗯，那你加油。是来我们宿舍卖英语书那个吧？我要的。给女朋友买的？什么女朋友？我自己用。你是学妹？什么学妹？我军训用。快点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嗯，你适合这个，顺爽网面。是吗？骗你干嘛？结账，十六。不好意思，稍等一下啊。同学，借你20块钱回学校还你。借钱啊？借钱也可以，不过得先向我道歉。行，对不起，不该抢你夜用。不该叫我变态，不该擅闯男生宿舍。行行行，对不起，不该叫你变态，不该擅闯男生宿舍。像您这么玉树临风的人，一定是宰相肚子里能撑船，不跟我这样的人一般计较。我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我的错误了，请问可以借我20块钱吗？可以吧？来，来，这个多少钱？16。加上这个，28。这两包能打折吗？不能。不好意思，不要了。我这包不要了，我就要这包。干嘛？你大点干嘛？你再大点声啊！啊！已经分手了。我同意吗？别碰我！同意吗？别碰我！快走吧！别碰我！走来了。韩飞，给我等着！回来啦？干嘛？你打架啦？哎呀，我看到他被人欺负，然后我就踢了那个人一脚，把他拉回来了。谁呀？在学校里欺负人？我前任。前任？我当时是被迫跟他在一起的，所以希望你们也别跟别人说。但是我跟他暑假就已经分手了，结果他也考上我们这个学校了，就在隔壁班。他今天见到我之后又说，不同意分手。这种事还能不同意的？他就是这样，特别以自我为中心，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应该围着他转。那是得分。越是坚持不住的时候，越是要坚持。大家都把精神打起来！大家都精神抖擞。这位同学，你怎么了？
报告教官，我没事。每个人都会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要克服这个困难。这两位同学站得非常挺拔，大家继续坚持。酒糟都没那么好洗。我爱坐着，我爱教室，我爱辅导员。辛苦了，找位子坐下。迅速入座。好的，各位辛苦了。明天就是我们军训的最后一个环节。野外负重训练，这次训练我们是四个人一组，等一下我们就按照次序上台抽签，抽完签就到我办公室问教官领物资，接下来按照序号上台，一人一个乒乓球。我记得之前我就抽到跟杨亮亮一组。几号啊？一号。我四号。你就不能跟他一起？好的，大家都抽完了啊。接下来抽到一号的同学们，请起立。安静，别起哄啊。好，请坐。接下来。抽到二号球的同学们，请起立。包一人一个，男生包里有帐篷，女生包里有日常补给，有水、粮食、手电。地图呢，一组一张。吴景浩，到。你们组地图谁保管？教官，给我吧。这地图怎么回事啊？于涵，你们组地图谁保管？给我吧。地图都保管好啊，自己包里的东西也检查好，不要有什么遗失的。给你。谢谢班长。天哪，班长你也太好了，这以后谁娶了你，谁有福啊。景浩。哎，不用了，我吃不了那么多，谢谢。我也吃不了这么多，我去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喂，抓到人了，干嘛呀？景浩，我们是不是走得太慢了？都看不到别的人了。赶紧加紧步伐追上大部队吧，快点！我，这么陡，景浩你走前面吧。走，慢点啊。玲玲，咱们能不能休息会儿？休息会儿。亮亮，你再忍一忍吧，我们马上就要到了。慢点啊。哎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走不动了，走不动了。景浩，我真走不动了，咱们歇歇吧。那行吧，咱们原地休息一下。哎，好饿呀。
你可真精致。哎，饼干。谢谢。嗯，好干呀！干你就喝点水啊，大少爷。算了，太麻烦了。韩飞。嗯。饼干渣。我来吧。飞，咱们还有多久到终点啊？我看地图啊。这地图怎么这么不清楚啊？我刚领到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啊。这是不是让人调包了？啊，那还能看清往哪个方向吗？你能看清楚一个大概方向？我看看。这样啊，如果实在看不清的话，我们就按大方向走吧，每个上大部队就行。目前来看也只能这样了。教官，我还想去林子里再找一下他们。我们去几个教官找他们了，这里这么多学生，你得留下来。不要着急，会有消息的。啊，好吧。嗯。干什么呢？还不睡？睡不着。睡不着？该不会是在韩飞和杨亮亮中间难以抉择吧？你想什么呢？我在想明天咱们怎么走啊。哎呀，这事就别想了，明天再说吧。今天都累得要死，我先睡了啊。哎，你去哪儿？你先睡吧，我出去转转。你脚怎么了？没事啊。别装了，我一眼就看出来了。你怎么这么爱逞强啊？真没事，我就是扭了一下。再动的话，我就把杨亮亮和玲玲都叫出来按住。都肿了。
几个春夏秋冬，我消失在你梦中，那个让我不安又快乐的人，那就是你啊。如果一切回不去，你怎么了？最后的没事。那个，谢谢你啊。还有，对不起。什么？之前的很多事情，都对不起。光说有什么用啊？道歉和道谢都是需要诚意的。什么诚意啊？你自己想啊。东西都收拾好了，别落下。好，一会儿咱们直接沿着那边走，那边是对的啊。嗯，你怎么知道是对的？哎，这地图怎么跟昨天的不一样了？这上面有路线了，什么时候补的？我昨天晚上出去转了一圈补上的。呵，不愧是学霸，跟你在一块太有安全感了。别墨迹了，快走吧。啊，哎，你脚怎么了？没事。严老师，不要着急，实在不行，我们发动民警搜山。也只能这样了。严老师，我们回来了。你们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秦昊，没事吧？你的腿怎么了？我们地图有问题，吴景浩又受伤了。我不是再三和你们说地图一定要检查清楚吗？为什么不和我说？给我们的时候没问题啊，对吧，教官？地图我都是检查过的呀，一张一张，没问题啊。现在不管地图了，你们回来就好。同学们，十分钟时间，赶紧收拾一下。好。好。抓紧时间啊！来，你们可以回去休息了啊，去吧。太医，挂好警号啊。哦。哎，你不回去吗？来，你们先回吧，我还有点事情。哎，走了，回去好好休息去。嗯，快回去休息吧。好，去吧，早点休息。好。严老师，我有事想跟您说一下。什么事情？我怀疑有人换了我的地图。这应该不会吧？地图应该是在教务处打印的吧？是。我的那一份很明显是打印机没墨的时候被打印出来的，这张地图原本应该被丢掉的，所以我想去看一看教务处附近的监控，看看是谁把丢掉的地图捡回来了。好，去看一下。是这里吗？再往前一点，往前一点。就是这儿。主任，麻烦您放慢一点。就是他们，之前他们还在食堂撞我的包。韩飞，这件事情交给我处理吧。怎么样，找到掉包地图的人了吗？情况似乎有些复杂，拿地图和撞我包的人都不是雨涵，但是他都在场。我觉得就是他，我太了解他了，他就是那种喜欢让别人给他做事的人。行了，别想那么多了，严老师会处理的。哎，
严老师说大家军训辛苦了，晚上聚餐，太爽了，终于可以出去吃顿好的了。干杯！干杯！哎，我来。哎哎哎！他脚受伤了，我替他喝了。喂，不是我说你，今天要不是韩飞，你肯定得喝多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我叫车了，要不要一起走？我就不一起走了，我胃不舒服，不想坐车。我也有点晕。哎，你站都站不稳了，吐也要坐回去啊！哎，韩飞交给你了。哎，那你送他他们回去吧。哦，好，拜拜拜拜。走啊走啊！啊，能走吗？前面有药店，去买点东西吧。我可以倒杯水吗？可以，自己来。好，谢谢啊。感觉有没有好点啊？我想去透透气。走。之前问过你什么，你还记得吗？道歉和道谢都是需要诚意的。记得。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别扭啊？当时不回我，一张纸条留了这么多天。有人说要跟你做朋友，你总不能马上就答应吧？起码得考虑一下，看看这个人怎么样吧。考虑？求婚才要考虑好吧？求婚？你想什么呢？不是你想什么，求什么婚啊？好，好，好，我想多了。那我们现在是朋友了吧？嗯。吴景浩，嗯，我觉得你明天还是得去医院看一下，不然后面就要严重了。好。说好去医院的吗？怎么没看到你啊？我在你对面呢。
我也无警号。你明天别去医院了，明天是周末，你就坐在学校里看书，不要出校门。嗯。我很认真的跟你说的，你一定要记得。嗯，我记得。车祸什么时候发生？还会发生吗？原本就是因为这张合照曝光，楠楠被振宇的粉丝骚扰，抢救无效去世，然后吴景浩来找我，才出的车祸。那现在会不会还发生这样的事呢？夏秋冬，我消失在你梦中。那个让我不安又快乐的人，那就是你呀。如果一切回不去到最后的我们，有什么留下？是你让我念念又不忘那些点点滴滴的时光，有一个瞬间天真的以为你还在我身旁。是你让我念念又不忘即使你去到那个远方，再好的伪装也无法遗忘曾经的愿望。春夏秋冬，我消失在你梦中。那个让我不安又快乐的人，那就是你呀。如果一切回不去到最后的我们，有什么留下？是你让我念念又不忘那些点点滴滴的时光，有一个瞬间天真的以为你还在我身旁。是你让我念念又不忘即使你去到那个远方，再好的伪装也无法遗忘曾经的愿望。